台风过后，鱼市场的到货量似乎少了很多。我们听听市场主任怎么说。我看不到嘛，我看不到，就它的捕获率就比较差，所以一般台风过后都是会以赤龙类为主。所以抓的都是礁岩。价钱哦，一般刺网类的鱼，它的因为它的鲜度会比较差，因为在海里面泡久了、啊，可是因为台风过后物价都会上涨，所以会抵消掉。虽然鲜度差，可是它的价钱还是维持得不错这样子。或许港内有许多漂流木，使得这些渔民无法出海捕鱼，等待港内清除完毕之后才能够出海捕鱼去。东台有线高伟明的采访报道。